你死之前最好不要让我看到，也不要让我知道。我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准你看着他，也不准你对他想，更不准你喜欢他。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只能看着我一个人。 先走了。谁啊？对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来就想问你一句话。关于蓝宝石，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 你都知道了，那如果我不知道呢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对，蓝宝石就是我拿的，我骗了你，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用它。你要用它干嘛？你要用它换钱吗？ 做研究，还是你想拿去送给别的公司？哎呀，我不能说。那我换另一种方式问你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他的？从你偷他的那天吗？还是更早？还是从你答应做我女朋友的时候开始的？我不是因为他才想当你女朋友的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，小七？ 跟你说过了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无论你今天做错了什么，我都会原谅你的。可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而是我不敢跟你说实话，我怕你知道我是……事情都已经闹到这种地步，你还在跟我遮掩，我根本就不在乎是不是你偷了蓝宝石。 我在乎的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解释过。如果你真的需要它，我完全可以送给你。不是，怎么说呀，笨死了。方总，你问出蓝宝石的下落了吗？通知科研部飞的蓝宝石项目，不用再查了。可是。 起来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再怎么样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来，你尝尝这个牛排，可好吃了，最爱吃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我估计以后我也不能吃东西，我也不能吃。范总，早上好。 方总，方总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方总，六代餐厅的老板娘来电话了。那也跟我没关系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到柴小七。可是老板娘说柴小姐跟您吵架之后就开始绝食了。
他好像在殉情自杀呢。哎呀，柴姐，你别诱惑我了，我是不会吃的。小心开门！你别进来！你在里面干什么？开门！我现在正忙，别进来！开门，听见没有？在干嘛？你受伤了吗？没事，你别动我。谁把你绑起来的？我这个……不要松开，我要饿死！你除了绝食，你还干了什么？啊？你是不是吃过药了？吐出来！跟我！吐出来！赶紧吐出来！吃完了吗？小七，你管我干嘛？我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不喜欢有人死在我面前。我死有我的目的，跟你没关系。好，你想怎么死是你的事，可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我的下属，你要死之前去公司把工作辞了，我就让你死。还有，你死之前最好不要让我看到，也不要让我知道，我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。早批完了，那你干嘛不跟我说？帮我把这份文件送过去，还有，这份文件送到六十楼。还有，这支笔也帮我还人家一下，在一楼，我跟保安借的。哎，送完笔，沏杯茶过来。你的茶，帮我擦。凭什么？没有手啊？凭你是我的员工，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擦，擦就擦。擦完以后去我家帮我拿一套新的衣服过来，我要换。你故意的吧？你故意折磨我是不是？你要跟我对着干，你就得想好针对我的后果。你想死，我就让你死不成；你想逃，我就让你忙得逃不了。你想天天给我摆脸色，那我估计你的日子比我难熬很多。你卑鄙！回去把公司章程抄十遍，我让你理解理解什么叫做服从上级。无耻！抄完章程之后，我车会在楼下等你，陪我去看医生。看，如果你还想反驳的话，我可以安排你的工作到半夜，你想试试看吗？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了。变态，难怪要去看医生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好好歇着。